降价了，降价了，哥姐妹啊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咱家这个朝阳六家子的纯手工红薯粉啊，又降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处是整整五斤。另外，老弟这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优惠券啊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，到处是整整五斤红薯粉条。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，是有宽粉，是有细粉啊，两个规格可以供大家选择。咱喜欢吃宽粉，咱就去拍宽粉啊；咱如果喜欢吃细粉，咱就可以去拍细粉。并且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，是一款无添加的红薯粉条啊，它不含明胶，不含食用胶啊，不含木薯粉，是纯纯手工自然晾晒的一款红薯粉。它的颜色呢，就是微微泛黄的一个颜色啊。好的红薯粉呢，就是微微泛黄的啊，不是那种白不拉几的，品质呢绝对嘎嘎好。像咱们平常炖个小鸡了，炖个豆腐了啊，炖个肉了啊，吃火锅的时候放上一点，怎么搭配啊，都是特别好吃。而且呢，它不断条，不粘汤，不成坨啊。平常咱炒个酸菜粉了，炒个芹菜粉了，都是嘎嘎下饭。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红薯粉条呢是朝阳六家子的，现在呢厂家为了冲刺五一销量排行榜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7.9，到手五斤。另外老弟这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6.9，到手是整整五斤红薯粉条。厂家扣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做没做成功啊。如果是16.9，到手五斤的话啊，咱赶紧去安排。